界电视剧《秘密的校园》、韩版《花样男子》、《信义》、超级热播剧《城市猎人》、《继承者们》，引领了韩国长腿欧巴风潮，袭击中国的李敏镐，自去年世界巡演以及2014年马年春晚与庾澄庆合唱的一曲《情非得已》，让大家看到了长腿欧巴李敏镐不但影视剧方面高歌猛进，唱歌表演也是当仁不让。11月22日，2014李敏镐世界巡演演唱会《中国最后一站》在上海如期举行，欧巴卖力献唱，无论是慢歌还是快歌都驾驭得游刃有余。在中国开演唱会，免不了要秀几句中文和粉丝互动一下，谁知李敏镐与粉丝还存在暗号，一句你真棒引得台下粉丝为之疯狂呐喊。见到你我都高兴，你真棒。哎，敏镐，我知道好像你在整个的四场演唱会的过程当中，你真棒的次数你说的很多。哎，那팬들과저의 소통하는언어입니다。哎，你要说一声谢谢啊。谢谢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。